我们去棒槌山，两人当的真好美啊！哇，好干！接下去应该你的乌鸦嘴，你看到陈小春吗？王菲啊，刘德华在前面了。王菲啊 ，Hello， 哇，陈，全头又硬了。果然是好姐妹啊，走。我觉得我被你带偏了。我想做我的经纪人，希望他拿到的时候看着我流眼泪，好感动。 红布娃娃，尽力了，起码是一个人的样子，好像整容严重失败，发型好重要。到底我做错了什么？希望 Manny 不要生气。